死于长江洪水灾害的，在就是在国民党政府下面，我还不知道这个记录是对还是错，那都不是死于长江的这个洪水灾害，而是死于长江的两条支流的洪水灾害，一条就是我当时去过的那个溧水、澧水的这个洪水灾害，和一条是死于汉江的洪水灾害，那加起来一共是14万人，两次，1935年、1936年的时候，就是14万人，他不如就是1975年的时候，河南省的一座水库溃坝，死了23万人，板桥水库溃坝。但是中国政府只承认死了2万人，因为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定义的问题，因为直接死于板桥溃坝的2万人和板桥水库一起溃坝的，它连着这么冲下来，像一个骨牌这么倒闭的倒下来一样，那是50多座水库，然后再加上下面的这个湖的这个围堰的这个炸死的人，就是说整个这个事件里头死的是23万人。那你只是说板桥水库溃坝2万人，那是直接死于这个水库溃坝的。那么这个事件包含了50多座水库溃坝和下面的这个围堰，一个大湖的这个围堰的这个破堤，那么他就死了23万人。那次是就是最大的一次溃坝，也是就在被世界上列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这个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溃坝的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他是造谣撒谎，还是他故意在混淆一种概念上一种定义上的错位，对，他是在利用一种定义上的错位。但是你不能保证就将来就不发生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已经说了，这不是我的数据，这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数据，2/5的水库是不安全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水库安全治理是从当时1975年以后每年投下几百亿的这个资金来进行就加固改造，是从原来的1/3增长到现在的2/5。他这个他不能就是说这个问题越来越小，他还是问题就越来越大。